我也挑战买东西，因为刚才一轮超多，所以我有点尴尬了。여러분그저하나또발견한게있어요와这个是一个第一次看过。大家好，我今天来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了，现在才9:38，但是这边非常非常热闹，因为这边是北投早上市场。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害羞，因为像上次去夜市的时候带一个韩国朋友了，但是今天真的我自己来了，所以我很害羞，所以我有点害怕，而且这边人超多，我没想到这么早这么人很多。今天是周末，我周末的话大概12:00左右起床，为了赶到早上市场的气氛，9:00来这边了。听说早上市场东西都很便宜，因为我是外国人，会不会骗我？比如说一个水果本来是50块钱，但是我讲话这么慢，这么看起来很笨蛋，那他们骗我卖100块钱。会吗？不会吧。那我们和我一起看北投早上市场吧。走吧走吧，한번지하부터차근차근차근구경해보겠습니다。好像和韩国的差不多，韩国也有这样的地方。제가또여기서발견한게뭐냐면요，닭을매달고팔고있어요。좀맛있어보이긴합니다。이런거예요。我也挑战买东西，因为刚才人超多，所以我有点尴尬了。但是我现在才习惯了，因为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人，所以我不敢去啊，我要买这个，我不敢说这样。那我挑战吧。그냥담아가면되는건가？이거는可以这样买吗？可以买一个一个吗？아저이거진짜좋아하는데리벤요바이스的那个，我超喜欢。这个长得很特别，我좀찾아야겠어。와이거이거미쳤는데这个有很多，这个多少钱？110。이거맛있어보여요？还有那个是80，80，这个怎么买？120。那我两个，好像都红了，好像都跟。我的家里有甜点的，一个是台湾传统的甜点，还有一个是麻糬，两个麻糬，我很厉害吧？他不用排过的，对，真的吃，我看那个很多都是苹果，我不能。이게맛있는데목이너무맥혀요。还有听说很多台湾人来市场的话买水果，或者海鲜或者肉，但是买肉海鲜的话没有办法带回家做，所以我只看满意，然后我要去餐厅吃东西。我担心很多人觉得我有问题。
이정도면되겠죠我这么努力的样子怎么样看我的这么努力的样子想定位吧我觉得我的灵魂出来了哇这边也有衣服但是感觉没有我想买的衣服虽然我只买几个甜点了但是我感觉真的很有的但是我感觉真的很便宜其实 这边是外边更热闹所以我们去外边吧真的我感觉这边比夜市更热闹因为我的朋友说北投的红茶很好喝我也很喜欢红茶但是我不知道我找不到那个红茶所以我们一起买一个吧我很渴了这边是停汽车的地方这么冷超热我发现早餐时常的不方便的部分因为在夜市好像摩托车很少但是这边超多我都精神没了人也超多摩托车也超多약간사람에치고오토바이에도치일것같아요일단은걸어보겠습니다感觉这个和韩国很像韩国也有这样的炸的东西韩国的话这边一定和超年糕一起卖여기왜이렇게루어나오한지봤더니당근에팔고있네요홍로보홍로보좀루어나오와과정在一般的饮料店喝红茶的话是真的是饮料的感觉但是这个是有点茶的感觉不是那么甜但是茶的味道很重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原来一个卖水果地方了这边水果真的很便宜感觉比夜市便宜多약간엄마들의시장을가는그마음을알것같아요편한백화점을안가고이렇게사람이많은시장을가는이유를알것같아요이네이금편이영성치오이분도요즈저거마상스도요즈지우카이치이게뭐지여기수박진짜싸요저거西瓜只有80元如果这个在韩国这样卖的话真的一分钟内卖完了여러분그저하나또발견한게있어요와这个水果第一次看过它长得很特别这是新疆的那个听说现在买这个很好吃所以我买这个买便宜的水果这么难妈妈们很辛苦就그냥이렇게손에들고사려고기다리고있는데이렇게사도되나요그이전에저양주인뭐이양거막그아이고예창공마이쉬고러我来水厂刚到的是在台湾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已经来台湾一年了但是今天也有第一次看的东西我可以这边突然结束吗那我和他一起结束吧那我的台湾市场的影片到这边我觉得这次影片有点懒拍的不是那么好而且很吵我希望你们了解我感觉我的影片中最难的好像这样的传统的地方
一个外国人来很难。那我的影片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拜拜、安阳、安阳。